世健，外面有人找你哦。哦。执行长好。我们见过面吗？当然。宝丽跟我的财经专栏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。而且你跟我老婆也很熟。我不知道她给你的稿费要这么贵，几百万。我已经可以去告你诈欺。你知不知道那笔钱是你们逼她出的？就连她要拿小孩，也是我陪她去的。最好老实说，到底为什么要拿那笔钱？你其实想说的是，孩子是不是我的？你根本不配当小孩的爸爸。你知道他差点出车祸，他人生差点被你毁了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根本不配知道，你不配当他老公。别打了。